托克里斯，你在哪儿？ 他们也进来了，大卫，保文，你们在吗？我找到出路了，就在这里。请求那个增援到我侧走廊。我得帮这个人。 我的天哪！
是吧？还好，你安全了。再试。马文博拉纳，谢谢你。看来有人教过你几招。是啊，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起来吧。 知道事情的成因吗？虽然有很多种推论，但我能肯定这地方全被丧尸占据了。是啊，那还用说？嘿嘿，开着无线电，以防万一。我不会在这里久留，找到克里斯后就离开。你真是克里斯的妹妹？对。怎么，你找到了什么吗？她去休假了。 估计欧洲吧，几周前走的。休假？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听说这里好像有条秘密通道，或许能到外面去。太好了！嘿，看样子我们得去医院才行。别管我，我会照顾自己。不，别说傻话，你必须接受治疗。听我说，克莱尔，你必须逃出去。 这样才能见到你哥哥。对了，你可能会用得上这个。不，我不能拿，你还用得上。还有小心点，如果你看见那种东西，不管它原本是什么，都不能犹豫，能杀就杀，不然就跑。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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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天哪，真是太惨了。哦。谁？
Oh.